你见过专为骆驼制作的交通灯吗？在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，有世界上唯一为骆驼安装的交通信号灯。安装的主要目的是防止骆驼和游客碰撞事故，就像正常的交通信号一样。当骆驼需要穿越时，它会变绿灯让骆驼过马路，在行人那侧会变成红灯。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名城重镇，敦煌县城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下是莫高窟千佛洞，月牙泉在鸣沙山下，周围是高高的沙山，中间有一个形似月牙的小湖。这里有一个奇特的现象，因为地势的关系，刮风时沙子不往山下走，而是从山下往山上流动，所以月牙泉永远不会被沙子埋没，被称为沙漠奇观。最近几年，由于游客和骑骆驼之旅的增加，造成有必要为骆驼设置红绿灯，保护骆驼和游客的安全。